先画六个圆。先画六个圆。这啥玩意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烦死了！还是得拿出我的必杀武器，先画出六个圆。你有病！你有病！再写一个倒 C。再写一个倒 C。画上两只耳朵。画出两只耳朵。评论区有出新特效了，先把小加号、小爱心、五角星都点亮，然后再到评论区发送开心，并且艾特你的好朋友，就可以出现特效了。大家赶紧来试试吧！把加号点消失，点亮小爱心和五角星，然后在评论区输入开心，就会解锁特效。妈呀呀，我的也出来了！连接起来，画上身体轮廓，画上眉毛、眼睛和鼻子。连起来，画上身体轮廓，画上眉毛、眼睛和嘴巴。添上细节，我的也添上细节，画上小脚，最后画上尾巴，涂上颜色，画上尾巴，涂上颜色，小狗就画好了，我的小狗也画好了，大家在评论区交作业，我会给你点赞的。